19日，陈慧琳以嘉宾模特的身份出席了某时装品牌春夏时装展，同张思敏、Rosemary 及马诗慧等模特一起演绎新款春装。怀孕4个月的 Kelly 同时高兴地宣布，刚刚知道了自己肚子里怀有的是个男婴，双方家长都感到很开心。知道了，就是一个男孩子。谢谢谢谢。很开心啊，因为这两天去 check 嘛，然后医生说他都很健康，在里面常常踢我啊，我感觉到他常常踢我，很像足球员一样，所以我觉得生出来他一定会很活泼。他还向记者透露，虽然未买男装的婴儿用品，但其他婴儿车、婴儿床都已经一早订购。被问到打算顺产或者开刀时， Kelly 还跟媒体开起了玩笑。还没有问，因为要最后临盘1个月，就要看那个 baby 的位置，医生才可以确定。但是我最希望当然是不用痛，一个睡醒就出来了， baby 在我旁边，这种最好了。